好不容易考取了功名，终于要上任了，居然留下一封信就走了，害我不得不装成他来上任。呀，升堂。洗完喽。这县令怎么会是女子？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嗨，你是我的师爷呀。师爷，你现在怎么总是这样形影不离地跟着我？你可别多想，我绝对不是因为想你了。我就是想你了。你们竟然在厨房里面私会？啊，对。还能这么玩？遇到你们真好。嘴上说遇见我真好，实际上还不是说走就走了。县令负责谈恋爱，有事儿就交给师爷。哎，大婶，那个不怪大师爷。哦，你说的徐捕快，他脑子有点不太好使。哎呀，我的脚扭伤了。秋点兵，不出所料的话，哎，我需要人工呼吸。这脚印